大家應該咧，如果嚟過音樂會嘅話，就見過佢嘅。話除咗生得高之外，佢仲有另外一個特徵嘅，就係好叻作曲。有冇人聽過回眸啊？誒，多謝拍手。但我哋今日唔唱回眸先，我哋玩一下花神先。我哋唱一首音樂劇選段，貝隆夫人 Evita 嘅 Don't Cry for Me Argentina。And as for fame, I never
At you and tell you that everything I said is true.就住，我唔講咁多，你哋慢慢細味一下啲歌詞啦，要品詞噶嚇。想準備一首是合唱的歌送給大家，那我本身就很想講大家聽我點解揀這首歌，那 Elvin 就講了，現在又可以講了，那不過 Elvin 解得更好， Elvin 很有型，我本身要解給大家聽點解，很多鼓我們兩個當然是一段鼓，他就說嘿、hey, 想唱就唱這樣才有型的嘛，那我打算給他型的錢，我不解你聽，你們聽了看看喜歡這首歌，送給大家，羅生門。
咁我介紹下呢一首歌先。呢一首歌咧係《羅生門》呢一首歌咧係近期嘅廣東歌嘅流行曲之中，我覺得比較一首呢個字可能未必用得最精準完善嘅一首廣東歌。我點解話佢完善呢？首先無論作詞啦，普遍廣東歌作一首歌就作一隻歌，但呢一個咧其實係一套好似音樂劇咁樣。當然佢又冇喺個台度表演過，係一系列嘅歌。咁所以佢嘅歌詞係一首連住一首啦。咁呢個係第一個呢一首歌嘅特點。第二呢一首歌佢嘅和唱部分咧，佢嘅和唱部分咧比平常咧係唔一樣嘅。佢會有兩個歌手喺度對唱，對唱即係唔係唱緊同一個歌詞，係講緊唔同嘅情景嘅。咁同一般嘅廣東合唱歌都有別。咁所以我就介紹俾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鑑賞下，好唔好啊 ？Elvin， 好，繼續 test 多陣，我又傾多陣偈先。呢一首歌咧，《羅生門》啦，唱完之後咧，咁我哋咧就會，你可以聽嘅時候，你可以聽一開始我嘅鋪排啦，但係到加埋佢係兩個唔同嘅意境。Testing。咁我覺得佢已經幾好，幾好聲，咁不如我哋就可以開始啦。收不到信号，我两秒又再看看。
你说过散乱系对方，终究都是我遇到的在看，不敢暂停，将你温暖以后都染红，就关起那间房，终于冻结时光，未必疲劳天荒，能忘记因你带领念在难忘，容易抱着碎心念。他是我大學的師弟來的，但是不知不覺間他都畢業了我有個朱古力想請你吃，還有他就來要去美國讀書了，所以這首歌是我們送別大家所以是啊，我也很開心可以我覺得我可以有一個出到一周年的 party， 我自己覺得今天好像那些擺滿月酒一樣，即是啊終於可以大了，有一年了，一歲其實很小而已，所以我有幾件事想大家幫幫忙，咁樣咧有兩件事可以邀請大家幫手。第一就係如果覺得今日不錯嘅話咧，你加入個知音會咧，有一個攝影師，一個叫 Big Bill 啊，佢今日拍起咗啲片咧，十會擺上網。咁我你覺得好聽就將呢個連結發俾中意音樂嘅朋友咯。咁等多啲人認識我，呢個就我第一個邀請。咁第二個邀請就係、如果你覺得今日呢個音樂會唔錯，你覺得辦多次都幾好嘅話，其實我哋知音會點樣運作嘅咧，就係、是你哋俾嗰啲經費咧，就擺喺嗰個箱裏面。咁我哋攞住嗰個錢，下次又再搞活動。我哋好似你當好似搞生日會咁樣咯。你擺咗啲，咁我下次又再搞一個會。我哋就用呢個咁嘅方式咧，都好幸運喎。呢一年竟然辦咗十八個活動喎，好叻啊！我覺得好。最後咧，呢個問題咧，越係關心我嘅人就越中意問嘅。其實你賺唔賺到錢？我好想講下俾大家聽，我今年賺咗點啊！咁首先好明顯，我賺咗好多好朋友啦。我亦都好多謝大家嘅出現，俾個機會我去磨練自己。因為表演呢一個學問係一個要見人嘅學問。我日日喺屋企唱得幾叻咧，都唔夠見你哋醜陋百出咧。雖然，但係我先有得進步。所以我好多謝今日出席嘅每一位，花咗你最寶貴嘅嘢就係時間俾我，我先可以去磨練自己、提升自己。所以我覺得今年賺咗好多，多謝大家。咁最後咧，其實我有一個好中意講嘢嘅人，但係咧，我覺得有時咧講嘢都唔及唱出嚟。我哋再次有請 Alvin， 因為 Alvin 咧唔使譜啦已經，佢送咗份厚禮俾我，就係佢作咗第二隻歌俾我，叫做《如月的旅程》，係為住我出道一周年，佢將我呢一年嘅心聲寫咗出嚟。佢寫完之後，我睇咗個歌詞咧，聽完之後我係喊咗好耐，因為我覺得佢好似我心裡面嗰條蟲咁，點解佢乜都知嘅咁？好感動啊！咁所以希望大家會喜歡呢一首歌，呢一首歌就我要講嘅嘢寫曬喺裡面噶啦。日日在旺角街中傾聽，八種歌聲，千闕歌引起共鳴。於是，我仍然著心裡歌聲。乐意分享我独有的歌声，话当中总会有批评，但始终想试试力拼。这惊喜旅程多么高兴，求你反应。原来看花多美，天多情，还有多少知音愿意感应。给我力气勇闯险境，明日有几多未唱心声，仍尚要多少信念才得功高成。如月的旅程，存在过程，齐来细细
幻即興都可反應，靠你反應。月露海，花多美，天多情，還能有多少知音願意感應我的心情，給我力氣勇闖險境，幻想有多少未唱心聲，仍想要多少信念才大功告成，如願的旅程全在過程，齊來細想心中的多謝 Sandy， 好，就做先。其實除了音樂之名咧，我都唔知道用啲咩嚟吸引你哋嚟我呢一個知音會嘅 party。好多謝你哋肯為我伴奏啦，今日。咁最後多謝多一次出席嘅朋友。